所以我们现在刚刚看到呢，就是拜登总统女儿 Ashley Biden 介绍她出场，她现在就要走到主舞台上面了。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呢，要即将来直接介绍他的这个副总统，也就是这次总统提名人哈里斯来走到舞台上。那么他将在演讲当中呢，特别跟大家重新介绍他的副总统。那我们看到现场的民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激烈情，有没有欢烈？我走不到里头去了。所以我们待会就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民主党的大会的第一天要站上舞台来介绍哈里斯。